妈咪，你会烧小星星吗？我不会呀。那我教你好了。好啊。三颗三颗，你可知道？好啊，放的往前扭啊。你又跑掉了。一不是说一不回吗？啊，你看那边，不是你怎么又喝上了你呀、啊？一天天，你再喝就手里剁下。老喝酒这一天，哎，这啥呀？这啥呀？你还挺有招着你呢，搁哪儿呢？我瞅瞅来。没有。你妈的，你他妈整这玩意整的还挺有招呢？还有没有了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去你妈！你起来来，这他妈啥呀？你是董存瑞呀？你他妈要炸碉堡啊你呀、啊？回家去！哎呀妈啊！这他妈用啥呀？这是啊？没有。啊、这用啥呀？这是你咋这么能吵？回家去！滚犊子！你妈的，一天天的他妈精懵了你。Hello 吗你 ？Hello。一人啊？对呀。挺漂亮啊。必须的。单身吗？对呀。我也单身，你追我呗。好啊。追我，追我来。有病吧？行不行？行。啊！行吧，你这回能真正做到了，很累不？这日子过得真他妈闹挺。你看，你又说这话。结婚之前你咋说的？是不是说有钱没钱无所谓，只要是个暖男就行？我不就是暖男吗？去你妈的！谁他妈知道你是烧锅炉的？你家在哪个了？这今天老公带你看台。人家老公，老公你等等。刚才带你看到车嘞，感觉如何嘛？都听不出来，就是好正规哟。来，我考下你哈，是个全新的啥车？奥迪。一个粉叉叉的嘞？马上拉稀。拉锤子，拉啥拉皮？啊，老公，你刚买这么贵的车啊？买锤子。刚才看的那些车，一个都不要清楚，赔不起啊！哦，还能去干啥子？上车噻！上车就上车嘛！今天我想起初痛，就是没有。小姐，哎呦我操，媳妇儿，看现在这社会多乱，咋的了老公？抓小姐吗？哎呦我操！我都抓不过，哎呦！
在我心里